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计价搭扫罚单逼，贼缺单逼赶紧来，一车一车的松。大家排好队不要挤，人人有分。谢谢机甲大嫂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兄弟们，这什么情况？这大佬的庄园里面怎么这么多单防的运单币呢？你别废话了，辉哥，咱还得再去看看吧。走走走，玉儿，咱们去瞅瞅怎么个事儿。慢点腿哈，来哈一位。我来。哎呦，原来是机甲大嫂呀！哎，我说大嫂，你这不打算和大佬过来？去你丫的！不瞒你说，回孝子。继上次你大佬他用电一电我之后，你大佬为了哄好我，就给了我大量单币当做补偿。可是这么多单币我花不完，还占地方，我就索性都送出去给单仔们了。就是单币太多了，不知道要送到什么时候。坏了个豆，送不完单币还能发愁的吗？还有王法。没事啊，大嫂，我和屏幕前的兄弟们都等着呢。来，兄弟们，有没有谁想要单币的？来，想要的扣一，不想要的扣二。不会真的有人不想要单币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没事啊，大嫂，单币我不嫌多，不如索性都全部送给我吧。滚！鬼孝子，想要单币也得动先来后到，你先去后面排队去。嗯，排队。哎，不是，这队也太长了吧？那轮到我们得猴年马月去了。很难受，哎呀，很痛苦，很烦。2000 years later， 这排队排的天都黑了，总算该轮到我们了吧？嘿嘿，快快快，大嫂，先给我们来十车蛋币。不好意思啊，回孝子，貌似家里的蛋币全都送完了。啊，合着我们又白等了呀？停停停，回孝子，只是这里没有了，剩下的我都存在别的地方了。哦，そうですね。我就说嘛。哎，大嫂，这蛋币都放哪儿去了？快点告诉我们吧。之前我和你大佬开了一条单仔购物节，里面的各种货币数不胜数，看在你经常帮我们的份上，你和玉儿妹子就去那条街，自己愿意拿多少就拿多少吧。好家伙，愿意拿多少就拿多少，这就是所谓的零元购吗？这啊，我感觉好极了。来，兄弟们，你们想不想一起来呢？想来的就给视频点个赞，我祝点赞的兄弟们都有花不完的蛋币。这太好了，看样子啊，这里就是机甲大嫂所说的蛋仔购物街了。哦，什么废话，辉哥，快把这车蛋币推过去，大嫂说这是大门的钥匙。好家伙，这钥匙挺别致的呀。那么好，首先我们需要推车躲避路上的蛋。来，兄弟们，看我操作啊，轻松通过啊。啊，すごい。辉哥，你快看，这里有好多金元宝呀。那按照大嫂的意思，这些金元宝咱们拿多少就算多少喽。快，玉儿，咱把这些元宝都扔到宝箱里面。元宝拿的差不多了，咱们继续前进。哎呦啊，这大佬的购物街就是不一样，这路都是蛋币铺的。绝。啊，这关是什么意思啊？嗯，这还看不出来吗，辉哥？就是我用蛋币给你水上铺路呗。也太奢侈了吧，兄弟们，我还是第一次见用蛋币铺路的。来，我们看这一关。首先咱们让玉儿坐在蛋币上，通过旋转方向来收集彩虹币。咱们再踩着彩虹币去下一关。这关同理呀，兄弟们，我们分别坐在矿车上，再将沿途的彩虹币勾到金罐里面。不仅如此啊，兄弟们，你们瞅瞅，这钻石也是随便拿，就是这高度。辉哥，我来帮你一把。去你丫的。哎呦喂，玉儿，你倒是轻点呀。OK， 这关需要我们相互配合，控制金罐左右移动来收集掉落的元宝。那在干嘛呢，辉哥？元宝都要掉光了。别急呀，玉儿，这大佬的元宝怎么可能掉光呀？好饿好饿好饿。
我真的好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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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好饿。哎呦，总算是收集完了，咱们继续下一关。飞哥，你快看，这天上各式各样的蛋币都有。哇嘞个豆，这么多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！首先是蛋币，接着是彩虹币，最后是笑脸币。这太爽了，白月，这次咱们可谓是大丰收呀！爽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么多蛋币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花才好。辉哥，这不双十一快到了吗？我看这些蛋币也没多少，不如都给我清空购物车，你说好不好？不不。好，这就对了嘛！我走了，拜拜。还不是玉儿，你好歹给我留点啊！